谱中心货品齐全，各大牌子多款车种型号应有尽有。由即日开始，凡为故更换石桥 Techno 轮胎，司机会调可获回赠20元石油气卷，多换多送。老哥，喂兄弟，搵车啊？系啊，但我又未有的士牌，想入行，咁我应该点搞咧？识唔识啊你？喂，冇问题啊，你有心就得噶啦，系。好啊，入嚟红星听下，好嘛？好啊，好。喂，醒哥。荃湾红星车行一如以往都以公正开放、康扶新进为经营原则，而家更推出你入行我搞定一条龙全包服务，只要你有香港驾驶执照，嚟到红星铺口所有费用全免，即前训练、在职技巧、的士司机证，无需周围腾，红星帮你搞掂晒，咁就轻轻松松入行顺风啦。系啦，继续系12月23日啊，咁啊，去吧艇到兵团继续林九 ，Naomi Patrick， 喂，咁啊就嚟到圣诞啦，咁啊圣诞咧，咁啊大家当然系普天同庆啦，但系今年咧睇嚟咧，普天同庆，我即系唔系嗱，而家系齐心抗疫啊，系啦，我都唔系 hea 嘅，我即系真系 hea 嘅，你唔好话我 hea， 因为焗住要 hea 点啊，你边有心机啫嗱，我记得旧年我哋都布置啊少少啦，系啊，冇喎，冇啊，我公司往年都有。係嘛？你冇心機啊！冇啊，真係唔整啊！真係唔係喎，十一月已經整咗聖誕樹。嗱，我話俾你聽知點解？稍後我哋再講。咁啊，暫時咧有個人咧，都要講下嘅啊。咁啊，大家睇即係個報道咧，就係阿梁志祥議員啊，應該係新界西嘅。咁佢亦都係咧新界原居民嚟嘅嚇。咁啊，梁志祥議員啦，其實咧即係大家都係原居民啦。啊，阿長哥呢個阿長哥，但係咧今次咧我真係唔廢你都唔得啦。點解咧？我記得我睇新聞咧，就佢完全係佢親自爆口講噶，佢就講打疫苗，佢就咧就鼓勵即係香港人打疫苗啦，咁啊俾錢5000元，3000至5000啦，咁啊吸引你哋香港啦，咁啊首批量100万支咧，應該就喺1月就會到嘅啊個疫苗啊嚇，咁但係咧其實疫苗嚟到咧都好麻煩嘅，點解咧？大陸嗰只同埋唔知另外邊個國家嗰只唔記得。佢就喺-78度嘅要儲存啊！係啊，依個就係依個好最難度，有難度嘅。咁啊，意大利嘅雪櫃做雪櫃嗰間公司咧，就已經解決到呢個問題啦。咁但係你都要做啦，做呢啲雪櫃出嚟要時間啦，咁樣咁啊，唔知點可以儲存到啦。咁啊，梁志祥議員咧，其實咧佢可能佢個人直啦，就佢就話咧，唉，你要人啲人打啲人，梗係即係可能開頭驚嘅。咁嗱，我講明我唔驚嘅，我照去打嘅。你係咪兩隻都想拍曬落去？左手一隻，右手一隻都好啊，係嘛？咁啊，當然係冇得你揀啦，係嘛？唔係你俾錢得嘅，俾錢係你。但係而家初頭好似政府買翻嚟啫嘛，你俾錢都買都買唔到嘛。我想問下咧，78度嗰只係咪一掹出嚟78度就即刻要懟落去咧？咁唔係嘅，佢運結冰。其實佢係因為佢始終都一個時間嚟運輸嚟到，佢就分化俾診所其他咧就可以擺喺雪櫃嘅。咁其實呢啲疫苗咧就係。如果佢一個限定唔知都開咗咧，就要佢計嗰條數嘅。一開咗呢一箱咧，譬如咧就要唔知一日要打1000個人噶。如果唔係咧，有好多係會嘥咗嘅。即係佢一開一箱，開曬啦，砰砰砰砰，你揾1000人砰砰砰砰打咁樣。如果唔係咧，你打唔曬咧，會唔會真係其實可能即係可能嗰支疫苗失咗效，我哋都唔知啦，打咗佢都冇用啦，就係咁樣啊。咁我哋點會知啊？打咗先知啊！我哋點會知？打咗都唔打咗都仲未知咯。俾啲病毒啊，真係打咗之後，跟住俾啲病毒你，邊有咁樣㗎？臨床實驗，祝國。嗱，你去先 ，Patrick， 你冇事我打。咁啊，大老鼠嘅嘢，我唔做啦。梁志祥議員咧，佢呢句咧就我好印象深刻嘅。佢俾5000元佢哋打。係，好似的士司機嗰啲有5000元，佢哋點解唔嚟打啫？哇！你嚟講呢句係辣著我哋。唔係，我唔緊要，你俾5000元我哋係真係冇問題嘅，我多謝係咪？但可以唔可以講呢啲咁嘅説話歧視我哋？係啊，你點解要講我哋攞的士司機嚟講？其實我哋可唔可以告佢歧視咧？咁啊唔好啦。其實你話去申訴專員嗰度係咪，或者去投訴佢？真係喂，
評委會度投訴佢，真係投訴。點解要標籤的士司機？喂喂，係喎，咁人人都我都口大頭，都要幫手㗎啦，係咪先？有邊個唔想攞嗰五千蚊啊？係喎，係嘛？咁其實嗱，講真，我哋唔係歧視嘅。咁其實咧，的士司機已經有啲人拗，喂，你成日話我哋係最高危嘅，有冇得打？咁我覺得都係啦。你又要我哋強測，我強測我哋份喎。係啊，係嘛？點解我哋冇得打？嗱，當然有啲話，屌你老闆，俾都唔打啦，誒，唔好計。但係你如果點解唔俾當氹下我哋？唉、哎，得你高危啊！其實我就覺得咧，食環署嘅前線姐姐咧，嗰啲一定要打先，係要打先嘅。因為其實咧，又對住啲垃圾咧，係啊，即係係危險啊！啲垃圾你消毒咧，佢哋都要喺度嘅喎。佢哋喂，本身佢哋物資之前都有東張西望，都唔夠，都有講過。是不夠的，即係而家當然唔夠啦。年紀都大，係啊，年紀通常都好多。嗱，但係亦都要公道啲講咧，佢哋並唔係食環署嘅員工嚟嘅，係外判咗嘅。外判啊嘛。係啊，咁嗰啲公司咧就好撲街啦。黑扣得好緊要。係口罩又唔夠，手套又唔夠，食又要喺嗰度喺垃圾站裏邊食。真係體驗到慘。你睇到係啊，有陣時我見到啲姐姐，我哋新年都嚇，即係我哋年年經過咁多年咧，我都派封利是㗎。係啊，時執紙皮我哋都即係你都知道紙皮有錢賺㗎啦，啊、留俾個姐姐咯。係，我哋我係即係有時見得到幫得到就幫咯。所以有時候咧，譬如我啲公廁洗手咧，撞正嗰個叔叔咧，或者有啲阿姐嚟㗎嘛，男廁唔理㗎嘛，啲阿姐照嚟㗎嘛，照嚟佢哋清潔㗎嘛，你知唔知啊？男廁唔一定係男工友㗎，阿姐嚟都有㗎。係啊，女廁、有冇男工友㗎？即係個叔唔切嗱，我叔叔唔切唔係見到阿姐姐叔，而係咧。你見到你冇感覺，佢冇理你㗎，你繼續阻住我。你話佢衰仔，我乜撚未見過啊？係咪先啦？雖然我阻住開工，唔係佢可能佢心諗，屌雖然你夠串啫，但係屌你老尾見唔少啦都咁樣。你日日入嚟清潔。咁咧，但係有陣時咧就係點啊？唔想阻住佢哋啊，係嘛？即係譬如，唉，真係啊，唉，唔好啦啲嘢。企你啲啦，盡量係嘛？即係所以，其實我都想提咁多位司機咧，就去公廁啦。我見到咧，即係好撚求撚奇嘅。唔係，即係的士司機去廁所咧，即係我都係有啲意見。即係我公司有時都開過，你都未見過嗰個屎塔喺依度啊，肥撚咗。咁係咪要坐落去屙啊？係啊，嗰篤屎係屙喺個屎塔嘅側邊嘅出邊，側邊嘅出邊。我都不知道點解要咁樣，所以有陣時候好你理解不到。你知唔知其實咧，高級商場都有，我都遇過一大鑊。係嘛？哦，喂，大佬，呢個商場都即係幾甲級嗰啲價。但個人唔甲級啊嘛，個人係越級啊嘛，大佬啊，頂頂級啦，越級標誌個馬桶啊。嗱，即係依個咧，即係有時睇我係話，即係你，即係。可能人哋插翻相，我插翻相，睇揾唔揾得翻俾你擺上去。好，我唔驚嘅。你有影低啊？問題係除咗佢整到咁污糟之外，係點撚樣摸咧？佢個角度係點撚樣？我就攞嚟斜咯。你點樣劈？係啊，即係咁樣咧。但你又冇可能踎喺嗰個，咪咯。但因為你一定係咁樣設計，你唔會偏左咁樣或者偏右。佢係佢直情係嗰度摸咗出去。如果你係踎似嘅，你偏左，你踩落下邊啦已經。係啊，好奇怪咯。但呢件事係成日都有發生嘅喺公廁，即係嗰啲街市嗰啲貼貼。因為佢唔想，可能佢諗住咧，即係。無影凳咁樣，但你都有個位置你預咗，唔好咁撚離譜啊！我咪講喺地下嗰啲啊，可能老花睇唔到你個窿啊，係啊，即係可能得意，即係屙尿歪唔撚奇啊！你唉肥撚歪咗添咁樣唔奇啊，係咪先啊？真係好冇功德啊！即係你我公司個廁所咧，我相信你阿林九都嚟過，好乾淨嘅，沖得涼添嘛，係嘛？係沖得涼嘅，咁所以咁但係咧個。佢有攣痰，有乜嘢都有嘅，真係。所以有時即係好多車行咧，我話埋俾你聽，我依間都算好心嘅，好多車行係唔對外開放嘅廁所。因為就係瀨個嘢啊嘛，你唔好怪人哋。有陣時你唔好怪人。啲人話咩啊？有啲司機收工翻嚟，哇！你哋真係想即係好冇人道啊！而家唔係冇人道啊，你用完你屙歪咗唔緊要，有個花曬一邊，你肥肥翻，或者自己買埋。係啊係啊，大家都一用啊。喂，重點係而家疫情更加啦，係啊，冇辦法。即係幫你清個阿姐都真係都，所以喺公司有時啲幾陰功啊。係啊，所以我都對佢好客氣啊。有時哇，佢話要散呢度，得，我行開呢度，佢即係你知佢要拖地啦，得，即刻行開嘅。你唔行開咪拖落你只腳。係啊，希望大家都係啦。其實咧，佢真係為我哋付出好多嘢，所以我哋都多謝佢哋啊。係啊，多謝佢哋㗎嚇，希望嗰啲即係因為佢哋。講真，辛苦之餘，其實大家都知道佢哋工資真係唔多，大家都知道㗎啦，係嘛？真係好過最低嘅工資多少少㗎啫，
學歷比較低啲，但係都付出咗好大嘅能力嘅。咁啊，其實咧，所以啦，阿梁志祥議員啦，嗱，你真係希望你下次講嘢唔好咁樣講啦。即係好多，我哋唔係玻璃心，而係點解你一嘢就箍落嚟我哋的士司機，我哋業界度咧？點解唔可以巴士司機啊、小巴司機啊？因為佢哋議員出份糧同我哋爭九倍嘅大佬。咁啊，可能係啦。咁佢哋睇出唔到我哋民間疾苦咧，或者？咁啊係，咁啊，話曬新界人嚇，係，咁所以其實人哋一棟棟咁住啊，唔係，我哋反建議，我哋反建議咧，就係除咗行政長官，帶同主要官員咧，其實立法會議員咧、行政會議咧，所有高官咧都一齊打先。佢講咗話會打嘅，係嘛？咁拍片啊，大佬，立法會議員都要啦，係嘛？係嚇，主要官員包括埋警務處長。啊一個你去打埋，我哋跟住打，係嘛？應該咁樣好啦。咁啊，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，嚟緊環節就係的總通訊站啊。咁啊，我哋要聖誕節見面噶咯喎，星期五係嘛 ？OK， 好，星期五見，拜拜。健康自信，青春无敌。Hello， 各位观众、各位会员啊，各位老记好啊，又的总通讯站啦，咁啊，翻翻嚟啦，咁啊，咁咧。其實錄影當日咧就係做冬啊，咁啊出街當日咧就已經係23號，嚟緊咧即係應該就聽日啊，聽日就平安夜啦。雖然咧今年嘅聖誕咧就比往年就失色好多啊，咁大家都知道啦，都要係提高警覺嘅。咁啊希望咧喺依幾日咧就生意有少少好轉啦，因為始終呢啲朋友啦都要去屋企過下節啦。咁啊大家咧當然啊要提提大家啦，唔好鬆懈啦，戴口罩、常勤洗手啊。咁啊其實提提大家啦，嗱，如果邊位？朋友在去完廁所撞到我臨狗又去廁所沒有洗手呢，我就兜口兜面話你們、記得用簡易洗乾淨你對手、因為呢我們都要接觸一些乘客的，自己做好自己，不要理人家、他不知道有沒有的嘛，那你都是你自己做好自己先啦，我會真的不給面子話你們的。講開當然要抗疫，抗疫的這一環呢，就在上個星期林曉輝會長就當然寄了一封，即發開一封信給政府那邊有關部門，很快政府就在12月14日就回了一封信，大家可以看看了，都是行政長官就知道了、我哋嘅訴求啦，咁啊，亦都講啦，我支持我哋業界嘅，咁啊，12月14日咧就回覆咗俾我哋，咁啊，其實當然啦，都係一個好消息啦，佢知道啦，咁啊，啱啱喺21日當日咧，咁業界咧都已經係去請願噶啦，咁啊，政府都係收到我哋嘅請願信，咁其實咁多位師兄啦，大家都係存住一個少少機會嘅心啦，就唔好咁大期望啊，當然好多謠言啦，嗱。記住啊，好多謠言啦，已經話講到實啦，政府係會發放嘅。咁其實到目前為止咧，政府都冇話正確嘅，包括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司長啦，喺上個禮拜日咧，暫時未有提啊，暫時啊未有提啊。咁啊，大家聽到啲謠言咧，就冇當真，周圍走去撲車啊，又呢又路啊，因為我哋並不鼓勵啊，咁樣咧攞呢份咁嘅津貼啊，因為咧大家都知道，包括阿林九在內咧，喺由疫情低温開始咧，都係繼續留喺呢個行業，但係咧有一啲司機咧。就佢唔知佢嘅心點諗啦嚇，一有津貼就撲出嚟啊，搞到個市啊亂鬼曬啊！現役嘅我哋呢啲繼續勤奮掙扎嘅司機咧，就搞到怨聲載道啦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咩事啦？咁啊，好啦，咁啊，我哋又睇下啦。咁啊，關於抗疫啦，咁啊，繼續有啦。喺呢個立橋人壽咧，就對我哋司機啊特別關愛啊。咁啊，大家睇下啦，就係咧萬一不幸啊，當然啦，係唔想啊，絕對係唔想啊，有呢份保障金啦，我咁樣講啦嚇，咁啊，但係如果有啲司機話，好啦，都係登記一下先啦，咁啊，
其實很簡單，就是如果是的總的會員，只需要填會員 number， 即使司機證 number， 你的個人姓名和身份證頭的四個數目字，包括英文數目字，那就可以 WhatsApp 來所有的，譬如你有些街主啊等等啊，再很簡單一個方法，就是打電話上來2195-2195-2啊，那只要你是會員呢，的種的職員就可以幫你代辦做這個申請登記，多份保障，當然都是那句，最重要就不要這份東西，就是大吉利是過你了。記住今天做冬，其實大家都知道，我們錄影當天做冬，我相信大家可以，正如我上兩集說，大家可以在一起，雖然一個難關，但節日的東西始終都是要是依照傳統，冬大過年。好了，但是就嚟緊呢個咧，就係政府個限聚令咧，咁啊延長兩個禮拜，而政府嘅在家工作公務員咧，亦都係去到1月6日啊，1月6日延長咗。咁啊，但係的總咧就覺得啦，呢個日子會唔會就可以繼即係開翻營業咧，繼續工作咧，打開大門俾大家咧？咁啊，但係都係研究緊嘅。但係暫定咧1月3日咧就應該仲未得嘅。咁但係會唔會去到1月6日咧？咁就要研究一下啦，因為都要係。始終一開放了之後咧，就怕大家聚集啊嘛，係嘛？費事咧，為健康着想啦，又費事啦，有限聚令喺度啦，俾人即係又口實啦，大家明㗎啦嚇，咁啊，希望大家留意啊！任何時候，如果你需要緊急援助嘅，歡迎你打電話嚟2195-2啊，2195-2，咁啊，盡量留低你姓名啊，咁啊，我哋嘅職員咧會話俾你知啦，一啲需要緊急協助咧，咁啊，大家可能要。做多少少嘢，因為大家都避免啊嚇，盡量唔好上到嚟啦。譬如好似用 email 啊等等其他，甚至乎寄上嚟嘅，咁啊保障大家安全啦。咁好啦，最後啦，臨夠啦，喺趁節日嚟緊啦。咁我哋下次見面咧，就係都喺2020年嘅最後一個星期啦。咁啊，希望咧聖誕節同埋做冬呢兩個佳節咧，就好似阿臨夠今日著住件衫嚇，大家可以再見彩虹啊，見到寒冬過後啊，雨過天晴。OK， 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大兴汽车美容中心专业洗车、镜面打蜡，全人手处理，价廉物美，王牌服务，美光日本 8H 镀膜，换底油，外壳打磨翻身，欢迎各类私家车、搵食车，令你靓仔上路，搵食轻松。地址：九龙牛头角定安街13号富安大厦地下。看完这个这么好看的节目，是不是很想继续无限 loop 呢？如果是的话，即刻 click 来这里，又或者去我们的 Facebook 专页给个 like 和 share， 和我们一起聊天啦。